林业精神奖是1988年设立以来，今年迈入第36届，包括本届共115个个人和团体荣获此奖。精神奖所设定的表扬对象为推动民族文化及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者。各位，我们现在这里热烈的掌声祝贺今年林业精神奖四位得奖者：吴建培校长、莫泰熙先生、伊森拉拉亚拉沙米讲师、大三角村的郑成慧、仙堂村的郑成慧。所以表不忘初心，而必果本愿也。意思是说，时时不忘即最初的发心，最终一定能实现其本来的愿望。所以在赶路时，尤其是遥远的路时，不时要回望，让灵魂追上来。纵然身体可以不知疲倦地前进，但没有灵魂来指点迷津，便容易误入歧途。林业育在建国前夕的愿望是国民心理的建设。第一，要培养共存共荣的观念；第二，要培养以马来亚为第一家乡的观念。此时此刻，我们更应该记得林业育这个初心。谢谢。我父亲他是一个很乐于助人的人，而且他是不管对方的身份地位，只要他看到这个人需要帮忙，而他有这个能力，他都非常乐意去帮忙。他始终认为有能力的人就要帮助有需要的人，因为强和弱不是绝对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在某个方面某个时刻需要辅助。如果大家互相扶持，那这个社会就会向好的方向去发展。这种信念贯穿他的一生，并对他从事教育、奉献华教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我父亲的所有努力中，还有他的这些成就，都离不开这些人士的支持。正如他平常时常跟我说的，平时帮助别人，到了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别人也会帮助我们。这个奖项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让我们通过这个奖项，在我父亲这种互守望相助、热心华教的精神传承下去。所谓的园丁精神，就是立大志、做小事，做好小事成就大事。这个是莫老师留下的园丁精神，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听过了莫老师的华教故事。所以我相信他的这个园丁精神已经是有注入了人们的那个思维，他们在全国各地都会为莫老师的这个园丁精神而发挥作用，为国家、为社会、为华文教育做出他们的贡献。如今已经踏入了第137个年头，这一路走来，要感谢我们的历任理事长和理事始终坚守理念。因此，我们想把这个荣誉献给他们以及所有支持我们的大三角人。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秉承林业育精神，共同努力维护华教，让华文教育能在这片国土上继续大放异彩。Hal ini bermakna pendidikan bahasa Cina dan bahasa Tamil mempunyai sejarah yang lebih dari 200 tahun di negara ini. Sebelum merdeka, bahasa Cina dan bahasa Tamil diiktiraf serta diakui sebagai sebahagian daripada sistem pendidikan nasional dalam negara kita
dan ini diakui oleh laporan dasar 1956. Malah Akta Pendidikan 1996 juga menjamin hakikat ini, menerima hakikat ini. Bahasa Cina dan bahasa Tamil adalah antara dua bahasa klasik yang digunakan secara meluas di pelbagai negara di seluruh dunia. Kita perlu fikirkan cara untuk memanfaatkan keistimewaan ini, bukannya untuk merosakkan dan menjejaskan dan memudaratkan hakikat ini.